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大熊猫的豪宅，有泳池，有按摩床，然后他现在是在席梦思上睡觉。里面这个环境都是经过我们精心设计的吗？对对，像老师说的，有山有水，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加一些丰容的东西进去，让他们就是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能够多活动活动。对，要不然他每天这么好的条件，就除了吃就是睡。你看这个时间长了，对，时间长了也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不好，是吧？容易得抑郁。这说的太到位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来逛动物园，不仅仅哈把他们给他们一个好的一个物质上的生活条件，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的一个精神上的生活的条件。带着我们体验一点点在熊猫馆的活动吧，然后来做到义工哈。第一部分是做什么呢？就是来砍竹子，为熊猫宝宝砍竹子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们干活要从容，要又快又快。别让我试一下，对，行吧，小心啊。我来吧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行。好，哎，这样吧，咱换一个吧，我来吧，来，姑娘，不行啊。反正肯定赢定了。星耀，你觉得我干的是不是还可以？可以，还可以。说熊猫看到我们。好，我们已经劈柴完毕，我们劈了，我们已经结束，胜利，劈完了吗？结束，胜利。屁股后面这两颗是谁的呀？谁的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实在呀、啊？我刚藏起来，藏的那么不到位。行了，我觉得必须得男女搭配，你给搭档留一点。不是，我只想试一下感受。可以了，你让人家试一下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小心点儿，你的手。我这算体验吗？算体验啊。哎，我再看看这个是这几个意思。哎，我等会儿啊，我再看看。不是，为什么我你柳生的差距太大？不是，我只要再说，差距太大，你的努力已经是徒劳的了。谢谢他们俩十秒钟，来，他们俩已经非常感谢你了。你看，对，你看，李老师，我是熊猫，我要吃竹子，预备啊，最后一下了啊，我已经砍了。哦，我们好棒！打平啊！我们就打平。好，我要求慢动作回放。KO。